当前妻变成了我的领导。吴总，我属于秀阳，今天知道我真管不了了。什么原因？解释一下。那我天天迟到，你心里没数啊？迟到就是迟到，找什么理由？不要当时。迟到找什么理由啊？你像个欠儿似的。太不像话了，真拿公司当你家呀？我为啥写不来你心里没数啊？有数啊？昨晚陪你干啥了？忘了？我一三五陪你干游戏，二四六班还得追剧，你要熬死谁呀？哎，岁数就还挨你吃的，这会儿就错了。刚才牛逼那个劲儿呢？啊？起来，我让你秀个凳子。哎呀，你还能干点啥？这脚是别买公腿的。嗯。别碰，别碰！去，家庭守则第三条，来默念。在外不能跟阳光大声说。默念，让你说没？是不是又错了？错了怎么办？家法第一条，张嘴。寻思啥呢？等我动手呢？啊？打哪边？这事儿还得问我，自己合计。真是。再补一个来。别生气了，给你变老花。啥花呀？老婆赚钱，老公花。给我俩嬉皮笑脸，我心情不好，我上花网的。哎，你等会儿再去啊。这个是我在德物给你买的 BTK 小怪兽卫衣，背面是小怪兽的图案，颜色也很适合秋天。点我评论区进去就能买，品牌直发，正品有保障。衣服挺好看啊，但是跟你说一句，这心思啥的往工作放一放啊。走了啊。嗯方琦，你来的正好，那个你把小鱼这衣服收走，那个刚厂家对下订单啊。啊，这是新品啊，吴总。啊，对，那个他们那边着急，我就让他试穿一下。快快去吧，快去吧。那这样品呢？样品你们组内自己处理吧。好嘞，吴总，那我带他换衣服去。好好，吴佳瑶，你这么玩是吧？啊，哎，你什么身份？叫吴总大名。啊，是是好 ，OK。咋整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咋整？被领导暗恋呢，确实挺烦的。哎呀，非得要报穿新衣服，咋的？咋的？